我本身也不是很白，对吧？变胖的话，瘦下来有点难，但黑的话也有黑的美嘛。变黑和变胖的话，你最不能忍受哪一个？变胖，因为黑和颜值搭，然后胖的话就好像胖不行，接受不了。那如果给你50万，你变胖的话，你会愿意吗？不愿意，就是喜欢身材多过钱吧。那如果你变胖的话，会考虑吸脂手术吗？会，一定会。变胖，因为胖了就丑了，黑了还可以打一下白。那如果给你50万，让你变胖的话，那你会愿意吗？愿意啊，50万可以拿去变瘦吗？变胖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很白，对吧？变胖的话，瘦下来有点难，但黑的话也有黑的美嘛。那如果给你50万，让你变胖的话，你会愿意吗？变胖的话很难减呢，50万可以赚呢。变黑吧。为什么？因为黑了好怪啊，白不回来。变胖，还可以瘦回来。那如果给你50万变黑的话，你会愿意吗？不愿意，因为黑了真的好丑啊。变黑。为什么？因为一白遮三丑，变黑很难看的，脸色也不好看。那如果给你50万变黑的话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，除了美黑那一种。变胖，因为就是感觉胖了很难减下去啊。那如果给你50万，让你变胖的话，你会愿意吗？愿意，没事，我都有钱了，我还在乎胖不胖吗？那如果你变胖的话，你会选择去抽脂吗？抽脂不敢，怕手术，就动刀子的都不敢去尝试。变胖，因为胖的话，体型整个会很丑。那如果给你50万，让你变胖的话，你会愿意吗？忍受不了胖，对。